哇，好攰啊！跑完步食嘢，方提唔好鸡煲玩嘢咩？打边炉啦，俾死开啦你！梗系大饭啦！跑完步身心俱疲啊，好想大食一餐高卡食物，然后咧就前功尽废啦。今日揾嚟中意食又中意跑孖人厨房嘅 Kilip 同埋 Joshua， 教大家整简单嘅健康小食，放入饭盒跑完即食，咁就唔怕出事啦。首先将番薯片放入多士炉焗大约三分钟，番薯片呢就搽朱古力酱，放上杂梅、淋蜜糖、切碎朱古力，再撒上多士就得啦。上手湿碎咧，掂一掂盐，咁咧啲饭就会黐手啦。将白饭拆成一团，放上紫菜，营养师吴耀芬就话，番薯可以补充身体流失嘅矿物质，朱古力酱咧就可以补充糖分同热量，饭团加紫菜可以帮助回复体力，同埋因为流汗失去嘅钾质。今日开始要跑步，大饭啦！